是一个，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但是铁定我是非常 follow 我自己的内心的想法的是的，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直觉也是比较准，我到一个时间点，我就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它让我有憧憬。年轻的时候是在吸收很多的美、时尚、文化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到一个阶段，你确实应该要，我刚刚开玩笑说你问问你自己，哎，你为什么选这个商品，或者你问问你自己，因为我或者说我交的朋友，或者我喜欢的男孩子、喜欢的女孩子，whatever，你去思考，你要有一些快自我的时间，就比较温暖、比较有爱，然后会回归去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更caring 是不是？对，就是更经关怀典一别人。点，然后在一些小地方做一些比较有创意，不会是整个就是完全的明白。不会去考虑人家佩戴者对。的想就是容不容易搭配啊，是。会不会伤害到小朋友啊，这个材料啊好不好保养啊，所以有比较考虑到比较多，就是所以我今年第一个主推系列就是经典复古诺丁山，就是因为我采用的它是复古的有 vintage 的感觉，但是呢它整个色调就有点那种家里牌子不光只是带给我的消费者一些外在的美丽，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牌子，然后我想要表达的一些理念，而去做一些能够帮助到他们做一些思考，然后带给他们一些力量，发掘一些就是作为女性，然后当热爱时尚、热爱生活、热爱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爆发出来的一些能量跟能力，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是。对，就是终究还是回到我还是以爱为出发点。